也是我们的乐团、我们的礼生、我们的乐生，所有的迎宾人员都是在昨天还经过饭店的彩排，看到今天的场面，是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的奉献行动。我们来自全球的各界代表，大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一同祭天祈福，人人存好心，说好话。是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秉持中华文化之传承与发扬，为庆举得起。